现在在那个欧亚英雄主题馆，然后这边是目前是试营运，然后免费参观的部分，然后这边有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就是一比一的雕像，然后像这个是黑豹，然后还有后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绿巨人浩克，欧亚英雄主题馆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漫画的人物，像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没错，就是 Elsa 冰雪奇缘的 Elsa， 然后还有雪宝，还有妹妹安娜，对，然后还有这边就有非常多就是电影的系列电影的那个人物，然后像这个是星际大星际特异攻队二的火箭浣熊跟小格鲁特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雷神佐尔暗黑世界的经典的那个样子，然后还有这边是蝙蝠侠的部分，然后还有超人，然后还有当然是星际大战里最爱的星际大战的东西，然后这边目前是试营运可以参观，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来台中这边，然后给我看看哦。Thank you.